来吧，性感提莫在线扎人，这把对线卢锡安，可以。哪行？好不好打？他们一直在寻找你的踪迹。卢锡安好不好打？卢锡安好像不太好打吧？一级学 Q， 我胯下扎针，不行。一级咱们学一个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打上单卢锡安不太好打，上路蛮射手，上路射手战。嗯。坏了，别打呀，一级学，兄弟们咱们一级打他的话学 Q 还是学 E 啊？他带的腐败药水，我觉得他这一波从刚打一级团应该会从这边过来，看他们偷袭一下。学 W 不行呢，看他来不来，不来，他应该往这边走了。可以的，一起学一个。你不懂战争。我跟他对应好像，一起学个E，可以的。梅毒传染，我操！他一起学E，我靠，那就上当了。他们越线了。一级不能跟他搞，一级跟他对拼干不过他，两级可以尝试一下。没毒传染，一血拿下。我再补个兵我就升级了，真的。我再补一个兵，我就真的升级了。这么补宝典，以编号的身份活着了。兵线的话赚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波咱们对拼是属于是赚，是赚的。兵线赚了，而且我还拿一血了，只是我比他多交了个闪现而已。总的来说，问题不是很大。嗯。皮毛燃烧的速度会。我哪知道他一级学个E啊？我以为他一级学 Q 呢。他回家买了个长剑，我买了个增幅宝典，他钱没我多。怎么说？他马上两级了，他两级了，我稍微怂一点这一波。我也两级了，他现在敢E过来，我直接一个胯下扎针，直接给他致盲。胯下扎针，他E过来了，不好打。不太好打了。瞎子这不来干可以啊，这不来干可以啊，那就过分了，他去插眼去了。不要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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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慌！瞎子不来，我靠，我吐了。瞎子刷完野直接去下了，为什么不来抓人呢？我想主 Q 了，胯下扎针。我觉得打他的话主 Q 会好一点，插个野。绝对不要让你的守卫倒下。哎、龙女来了，我靠！怂一点，怂一点，有点危险。脚底抹油，炮车没吃到，问题不大。嗯，我觉得咱主 Q 会好打一点。胯下扎针。我觉得我不能提前放 Q， 等他E过来我再 Q。他现在有闪呢，不来了吗？中路不见吗？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been slain. 死！操，没死，十滴血。我觉得咱得，我觉得咱得买个护甲了。死了，这他妈还不死？开始等待吧。打他的话得出个护臂了，不出护臂感觉干不过他。高个子们在这里待不了多久。我靠，好好恶心啊！他卢锡安比我提莫恶心多了呀，我觉得。打野来抓呀，没有闪现的呀，没有闪现不来抓吗？和平，只是个童话而已。放养我吗？我还是学艺吧。他快六了，咱得留 Q， 留 Q 他一过来，我一个智盲跟他战，应该这么玩应该可以。我还能跟他玩，我思路出错了。他现在再敢搞的话，我要。应该不好打，不好打，不太好打。他现在有点蓝了，他都六级了，回家他出来吸血，胯下打他，他没有闪了。瞄准，射击，装弹。哎，哎，把他弄下。哎，哎，哎。450，终结了。终结还行吧，赚了。买一个，他也出了一双，我咱也来一双鞋吧。他出鞋，咱也买鞋，买个布甲。不是所有人都在逃离这里。嗯。上路不想来。哟。那上路只能靠我自己了。嗯，一换一还行，小赚。看他回来出什么矮子战术。咱先溜了。我要把所有人都带走。怎么说？装什么逼？矮子战术来抬我眼。这是非常私人的事物。咱现在 W 加强了。你我的私人。胯下扎针。这皮肤这么狠吗？溜了。看一下果子有没有。吃个果子。溜了。你可能看不出来。但我面罩下的胡子已经长得很茂盛了。矮子战术，现在龙女来，我就让你有去无回，不能给他吸血，他再吸血了。死了。这一枪是为了我的钢盔兄弟。装逼！我跟你说，我等级起来了，他就打不过我了。前期拿他没办法。现在我提莫就要开始操作了。我什么都没感觉到。吃塔皮吃一层。溜了。拉托屎溜了。好。回家一下。纳什之牙1500。钱不够呀，钱不够，咋办呢？丛林的一部分，这就很恶心了。没有人还是无辜的。布甲鞋，没有人是无辜的。咱这把出布甲鞋了，不出法身鞋了。他现在干不过我了，我现在这装备出了，他不存在打得过我。还有一坨屎，就问你踩不踩？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永远无法离开这片丛林。扫描可以，会玩的。这卢锡安。
还是会玩的。嗯，矮子战术防止龙女抓人。咱先把炮车 A 了，不然的话顶着炮车打的话我肯定打不过他们。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放下这人。好，矮子战术控，怎么打呀？哎，怎么打呀，兄弟？啊？需要休整一下了。还玩呀？不和你玩喽。嗯。我下次再看见男爵的时候，我们 Q 不要着急放，先 A 他两下，把那个精密触发一下，再接 Q。风云还没有来。因为精密触发了，伤害是翻倍的，对吧？伤害是提升10%，很厉害。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种细节。你直接跟他打，他肯定不跟你打的，他肯定要把你致盲骗了。能听懂吗？我忘了是什么让这场战斗开始的。杀人书我现在暂时还出不了杀人书。哎，这战术好的，接下来我可以压制他了。哎，这战术胯下扎针，我那时出了你就有点危险了，好不好？喝药。嗯，不能，不行。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，踩不踩？咋不踩呢，兄弟？你能不能踩一下呀？杀人术来一个，他怎么不踩呢，兄弟们？咱来个重压杀喽！嗯，我靠，吃塔皮了，龙女直接被我活活玩死。嗯，他我的。被封路了，我咋整？还有很多东西要做。吃两层塔皮，十级。他回家出了一手水银血，可以，也是我现在目前还不是很弱，咱回家买个护臂，还是 OK 的。没事，上路不用来，继续埋伏一波龙女，他可能还会过来抓我，因为河道蟹有矮的战术，好。等他过来，马上有点了，心里没数。先把线推了，看好了，咱这一波不好杀的，先推线，等一下偷袭他。没看到我吧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？开启瘾君子模式，他应该会开扫描。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胯下真的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给我死！还来啊？还玩？不跟你玩喽，吃塔皮喽！你吃我也吃。一血塔拿不拿？一血塔拿不拿？拿一波一血塔。我要两条下路。当他扫出我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好。这亏我了。开启瘾君子模式。敢不敢继续带？应该敢。
不带了，别来，不用来。你该来的时候你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夸夸来，就有些人他是真的烦。嗯，等他过来。这个线你不补啊，我倒不信了。少等下把我这个模糊扫出来了。看他，看他不在，线推了。不用管，我不去打团了。推塔，不用管，直接推，直接推塔，谁来上路谁就上当。嗯，谁来上路只能说上当。我做了很多不太光彩的事情。哎，这战术。嗯。有一个猎物。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这花传染，梅毒传染，丢了。打他一刀，压制一下。有人来了，扫我蘑菇，丢了。不要被盯上。情况不对，咱就撤退，丢了。回家。火速退场。3400，差钱，兄弟们。咱们下一件出个大面具，还是出峡谷制造者。生存并不美好。这么带应该可以吧，大老弟。嗯，咱去日个河蟹。嗯，咱现在已经马上13级，马上13级了。这个上路对线射手不好对线的。嗯，插个眼，致盲，致盲居然不能破盾，我靠！是为了强人。哟西，梅毒传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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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，炸死了吧！矮子战术，这只是累赘。还来呀？矮子战术，来，来就上当。还来是吧？来来来，过来来。溜了，回家一下。面具可以出了。我的耳朵总在嗡嗡响。嗯，回家一下，别急。有没有查到我这个陷阱？蓝豆女的折磨。再放一个针眼，再换一个扫描，可以无敌。能不能闪？下路可以搞一波。这个人有点弱的，脚底抹油，可以，机会。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化学的梅毒传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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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毒传染。这个人是个大爹啊，兄弟们！哎，哎呦，他能吸血啊，好赖皮啊！这是什么吸血？我得买个鬼术了，兄弟们！我 Q， 哎，我 Q， 我在对面里面，为什么还能被挡呀？我靠！我以为我站在他里面不会被挡的，只能外面会挡，里面不会挡。那我就知道了，咱得做个捡回复了，不然这个沙弥拉这个吸血。干不过他。战争没有改变我，我改变了战争。吃个红 buff。
这把不好打的，这把我提莫不太好搞，这皎月关键这些 ADC 都是靠我技能的，不好评。带上小龙好了，动起来！你不懂战争。这个沙弥拉有点肥了，你看这个瞎子抓了这么多次下路，还给对面 ADC 起来了。讲道理，我习惯于刺杀，这么帮下路没有起来。嗯，是不是帮错人了啊？叫你来帮我不来，现在知道痛苦了吧？叫你来帮不来帮，现在知道痛苦了吧？面朝敌人，溜了，又在扫，封印。闻到了吗？那可是恐惧。扫吧，我溜了。炸，这也能看到，不是吧？踩吧你。高个子们，还有一个等你踩呢。人长这么大不拆。嗯嗯嗯嗯。下一件买个鬼书。我觉得咱们可以击杀一波卢锡安，他往河道跑了，来脚底抹油。算了，走吧。走吧走吧。哎，这战术死了！别看我长得矮，我跑得可太快了。哎，这战术，别看我个头不高，但是我跑得挺快。你看，立不立功？这一波立不立功？杀人书，不是所有人都在逃离这里，还害人精呢。这一波零换四还害人精呢，这一波立功了好吧，不是我们的这一波极限勾引。来大龙脚底抹油，交给我交给我。矮子战术胯下扎针，哎呀，这都没，这，哎，可惜了。算了，走吧。这人为什么 A 一下我？这人为什么 A 一下我的蘑菇没了？一个助攻没有，你们太片面了。对面把所有的技能交给我了，但是我没有死。需要休整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永远无法离开这片丛林。不要着急，十五级等级很夸张。接下来我要在大龙埋伏了，矮子战术，他们敢过来，直接中我的蘑菇。我这把蘑菇中的有点少，讲道理。咱下一件要来个中亚杀戮，中亚来一个，咱这个蘑菇要。衔接起来，不能给对面发现，懂吗？咱得衔接。你看这一这种地方，一定要中的。那这种地方一定要中的，好吧？今天布好陷阱，看一下河蟹有没有？河蟹没有。好，这种是肯定中的。对面4个扫描。矮子战术踩到了，立功，胯下扎针，
地空脚底抹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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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拉一下，好，维度传染，来站住来，没闪是吧？我操，坏了。掉闪了，泰坦没有闪，漂亮！印度飞饼，别卖队友啊！漂亮，助攻有了，把他往蘑菇上引啊！踩不踩？有两个，有三个，这里好像没有。把这个卖了，下一件买一个。咱们下一件买个大鬼书可以吧，或者买个中亚杀戮感觉可以，中亚可以来一个。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装备有点奇怪了，兄弟们，我是不是把东西卖了？在我开打前还有很多东西要做，我这个装备有点奇怪。哦，卡到了，但是伤害不是很高啊。来了，我是仅存的斥候。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，他们肯定会维度闪闪，维度闪闪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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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来呗，漂亮，踩不踩？脚底抹油。梅毒传染，发条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。哎，这是我的头呀！哎，我靠，应该是查到我的屎了，被我熏死了。我做了很多不太光彩的事情，为他们准备一份小惊喜。还剩个卢锡安，6-8，14级，我是6级，还行，等级还可以，推荐。飞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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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推吗？矮子战术，就又扫，胯下扎针，哎，赤王气不气？矮子战术，你扫吧，咱他妈蘑菇多呀，生存并不美好。踩到喽，矮子战术，脚底抹油，梅毒传染，发现梅毒传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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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不太行了，小老弟，我要把所有人都带走，给钱呢，小老弟，我提莫单挑无敌的，你以为这个小小 ADC 可笑可笑的，嗯。咱得搞一波埋伏才行，得埋伏一下。他们这个扫描太多了，这些人都会玩的，讲道理不太好搞。17级了，这一枪是为了我的钢盔兄弟。继续偷袭，他们肯定会过来，从这边过来，直接假装自己是真眼。好，肯定会来。好，来了。哎呦，泰坦在，我好有点慌，慌慌慌，有点慌，有点慌。我想跑，我被包围了，兄弟们。有人来吗？但是我有闪，还行呢。还行还行还行，我被包围了呀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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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上路没人来吃兵吗？这些人这上单不来吃兵是干啥？走啊，闭呀、啊、哎呀我靠，我选择生存，脚底抹油，这是个大爹啊，兄弟们，我靠，这他妈是个大爹，直接给我秒了！
为什么人死了打得这么火？我操，可以，我对不起。看来你是个屌人，漂亮，漂亮漂亮。小戴这个，哦，我操！看来我对线这种 AP 还是不太行。中亚来的，这种 AP 太狠了，干不过。鬼叔多少钱？鬼叔得1900块钱，700块，差500块，算吧 ，OK。嗯，咱不能招惹这个皎月，咱得欺负那种手长的才行。可以，皎月干不过他。嗯。三，我现在能中5发蘑菇，但是我们这对面有5个扫描，对面居然中了5个扫描。偷袭一下！我什么都没感觉到。太好多扫描，兄弟们！柴，死，好漂亮，可以，阿卡丽会玩呢。我操，可以，怎么说，把他骗到我的陷阱之下，闪现钩，好脚法，漂亮，有助攻，还行。哎，别卖队友啊！还行，4换5，3换4，差100块钱，你们。嗯。我靠！24个头了，这人这么狠吗？我这个英雄没有发挥的空间呢。这个对面5个扫描，我真的一点空间没法发挥，扫描太多了，对面好会带啊，全带扫描，会玩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的伤害应该不敌。战争没有改变我，偷袭一下，我改变了战争。偷袭一下，偷袭一下。哦，脚不能惹这个皎月，这皎月惹不了。溜，赶不过他。这都没沉。打闹啊！干嘛呀？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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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死了你！我操，这什么吸血？漂亮！没事，他们跑肯定会往这边跑的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吧？哎哎，哎呀，还可以。你以为我这个蘑菇是随便种的呀？他排了我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好吗？跑不掉的。我这个捡回复，为什么他还能吸这么多血？2700，这个沙弥拉这吸血太变态了。巫术核心，我18级了，我等级也很恐怖的。哎呀，你们猜一下我的伤害是比阿卡丽高还是低？兄弟们发在弹幕里面，猜一下，看一下是我的伤害高还是他的伤害高。